Hello， 我哋系 G Channel 啊，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个正画面上面见到嘅《王牌神龙》嘅黄金涡轮版啊。咁之前咧就喺个 YouTube 上面咧贴咗张相啦，就话俾大家听，哇，有好多黄金涡轮嘅 base 噃。咁但系当时咧都系得个 base 嘅啫。今次咧就特登拍条片，同大家一齐睇下呢只黄金涡轮嘅完全版系点样样啦。咁啊，首先咧你要有呢个格斯干 chip 啦。咁呢个 chip 咧点嚟嘅咧？就之前咧买呢个套件嗰阵时咧就送嘅。咁如果大家冇买嘅话咧，就要去出去追翻啦。咁啊，另外咧有个 CH 轴啦。之前香港好像有一换的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换到啦。好，跟着就到这个 SD 铁，哟，金色 SD 铁，今次的 SD 铁都挺靓仔的，整个呢都是金色的。好，跟着就是一个金色的斩啦，今次金色斩呢也都是整个都是金色的。另外呢就是个 base 啦。好，而家咧就冚埋佢俾大家睇下先。咦，冚埋个贴，格子干 chip， 锵锵，哇！好，再加埋呢个，再加埋个轴心，哇！实在太靓仔啦！大家睇下几靓仔，哇哈！黄金涡轮啊，不得了！好啦，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一只王牌神龙嘅黄金涡轮版啦，咁啊十分之靓仔啊，咁啊唔知道大家咧有冇机会咧可以拥有翻一只啦，就系咁啦，耶！几靓仔，成只真系威武。咁啊，应该资温赛嗰阵时咧，头三甲咧都有一只咧王牌神龙嘅。咁啊，唔知咧冠军嗰只王牌神龙咧系咪同呢只差唔多啦？咁如果大家有嘅话，或者你已经系之一冠军嘅人咧，咁啊，请你留言话俾我听，同而家呢一只黄金涡轮有咩分别啦？系啦，好快脆咧，又有新嘅陀螺出现啦。咁根据动画嚟讲咧，因为王牌神龙咧已经被人打烂咗啦。咁啊，嚟紧有一只咧就叫做帝王神龙出现嘅，咁啊到时咧再开箱俾大家睇啦。OK， 好，今次片嚟呢度啦，中意话记得俾个 like， 有问题下面留言啦。咁啊，下条片我哋再讲过啦。拜拜呀，实在太靓仔啦！王牌神龙嘅黄金涡轮。